各位华语电视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今日话题主持人高宁。我是钟迅。我们华人在过年方面比较占便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每年都过两次新年啊。对呀，这就好像我们比别人多了一次机会啊。没错，我们多了一个更加快乐的机会，多了一个二次励志的机会，还多了一个分享祝福的机会。这个机会可不能浪费啊。我们祝福大家抓紧时间欢乐，不失时机励志，同时把良好的祝福分享给身边的人。祝大家兔年吉祥。